这是中华作家辩论会最后一届，就是民主进步党成立以前1986年所拍摄的。这个发行、制作、甲发音、说明，由台南高丽丽丁服务处来负责。多谢大家。这是1986年的5月19日，在台北的龙山市。台湾鼻盖炎38年，今年算到头一摆，针对盖炎来个抗议。1519，有一个青年人，大体是以中华作家辩论会为主体，勇敢来个突破盖炎的禁忌。大家小招，伫龙山市所在集合。要来向总统府游行抗议，总是在迄个紧张的中间，大家也未失去幽默，所以对迄个警官头壳个打贴纸，真侪记者、真侪特务人员有那摕贴纸起来打，因为安尼身份较袂暴露。总是分局长伊想要来掠头，总是今仔日是自然自发形成的，无人要承认讲伊是头。啊，无必要含伊承认讲什么人是领队。那我知道，这个人是讲到校分局长警告我们，第一次要解散。总是伫戒严令下，就是讲，那一批爱经过3次的劝告，即卖分局长算作下令解散的第一步骤。伊开一张单，叫做下令解散，这是第一摆。阮将用破声和平的甲赶出去，一定驱散命令，唔要叫什么人，无人要承认讲伊是负责人，所以迄张单讲甲蛋大涂骹。哎，这是个人甲联合行动，叫你要来龙山市拜拜，甲看拢会带个人来，啊是拄啊来遮拄着足侪好朋友，今仔无团体啊，个性。中国那边走动，那有啥物团队？伊嘛好想搁有团队，所以今是个人的行动，完全合法。照法律的规定内底，自由散步，啊，你要休困也会使，你要出去放炮嘛会使，啊，是你中午要跳一个土龙舞，泡一个太极拳拢会使。但是若泡太极拳，唔通伤着人吼，家己拍落吼。我就是陈兆明，欢迎你来十九岁。我甲恁大家请教，因为阮这部的人做不到。阮家即摆正凄惨，还佫在戒严之下咧受苦作乐咧。我对恁大家深切的请教，请大家做伙来拍拼。这些女警，你甲看因手牵安尼，这是阿美族伫跳舞用的姿势。阿美族伫跳舞都是手牵安尼，因徛伫遮也真无可奈何，啊有的神，有的头壳唔知伫想啥，有的也伫笑。
真无自然的表情。我现在要带着水，给我那个六七岁，讲跟我斗阵，因为迄个阿婆吃。你若要泡啊，我在场，我无还手。你若要猫啊，我无还。请水起来。我这个船，我要将水挂出去外面，让阮的工作，让阮的朋友吃。请你让我过，请你让我过，请你让我过。已经接出去了。真趣味的代志，就是被封锁在龙山寺听到这些群众去买肉粽、去买包啊、去买汽水、去买矿泉水，对外口用牵的或者空投牵入来听到，所以听到内底的群众对食饭、对饮水无啥问题。那么就烟缸加黑暗九点十点以后，警方几十度入来打合入来协调的结果，怎啊伫十点半的下头离开这个龙山寺来结束1986年5月19日的抗议戒严38周年。40年前的二二八，在1987年40年后第一摆公开来举办对二二八的纪念活动。对2月14日起到3月7日，全省各地一系列的活动、游行、祭拜、甲演讲会，今仔日伫台南2点半开始。由台南的幼稚开始游行，游行台南市重要街头，那么就在5点的时阵来到民生乐园，就是古早石像的所在。这个所在40年前曾经将律师来这被人枪杀，来算是说明。来受枪杀的这个所在，要不林彪先生这个时，伊无要怨两只人。要求毋忙，毋通过一摆有一款代志发生伫台湾。那么就7点半来伫体育场的所在举办大型的演讲会。所以这个运动的推动，阮是希望讲，大家会当相合合作来推动这个和平日的成立。本省人讲我是阿山啦，外省人讲我是安族啦。从今仔起，全省各地陆续达位日时举办游行、祭拜的典礼。暗时举办演讲，一共20几场。桃园这所在，咱有看到这摆几只。Hey,
咱四个英灵，表示咱最高中的三个中力，一体一高中，再高中，三高中。我们十颗儿子了，请自动解散，好吧？自动解散。你过来呀、啊！谁过来呀、啊？你快来了！和平来共处吗？那为什么是让民众跟警察还有政道部队对立在这个街头上呢？各位朋友，快点进来！打开车了，打开车了。阿姐，我要出国回家，哈、哦。这是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最后一日，因在两点半的时阵集合在彰化县政府头前的广场，在遐来祭拜四十当前为二二八事件来丧失生命的台湾人。在这场最后一场，中央部采取了上界敏感、上界紧张的手法来做。这个祭拜后，要离开会场来彰化市街游行的时，受到了真大的阻挡。那么，就在冲突后，游员完成了游行的任务。原本两个战士的姿势，他们很后面。一上台，他们就开始举办战场，结果我们很好，已经做好。这边进去的人一票，一关八票，关八票，一十八票，就是一十八票。中间是十二头下，今麦是头下，咱今麦再来看下去。玻璃拢破去，司机惊着会嫌破胆，玻璃，我家碎碎拢空。四十年后的今日，对二二八事件，台湾的子女后代已经走出二二八的阴影，来突破二二八的禁忌，来往历史的真相，要来探讨台湾应该走入健康的社会。
真正的台湾人，人一个来讲，四十一年前咱的悲惨的代志。我叫做第六名，我主张台湾独立。